首先我感谢 SMB 这个舞台得到这个认可和这个奖项，现在趁这个奖项我要跟我的团队们，因为这个奖项不是我一个人的历程，而是大家从这些年的付出和努力一起走到今天的这个成就而且第二要感谢我的顾客，因为有你们相信我们，因为我是从零做起，对这个行业不熟悉，因为得到你们的支持走到现在，得到你们的认可，所以这个奖项也感谢你们一路来的支持。